终究是女大不中留啊！爹，你别听方姨母乱说，我跟华生只是同窗好友。爹知道，可你终究是要嫁人的嘛。爹，从你出生以后，什么？爹，爹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快乐的成长，没想到。 还是让你跟着爹受了不少苦啊！没有爹，女儿每天都开心，多快乐呀！啊，爹是想让你一直快乐下去，直到碰到那个意中人，这样爹才放心把你的手跟他的手牵到一起。爹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哎，这说的什么话？难不成你要一直给爹当儿子？什么？哎，爹还得给你找个媳妇儿。 哦，对了，金屋书房的老张说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你。这嫁给我？今天说什么呢？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啊？啊！我今天难得穿女装，有点不自在嘛。<笑>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早点睡。啊，爹，你慢点走啊。爹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哎， 吓死我了！差点就被我爹发现了。那样正好，就跟他说我是你的心仪之人便是。什么呀？胡说八道！你还不懂我的心意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那我要说了。哎，你不许说！你要是敢说的话，我就叫我爹把你赶出去。哎，那更好，我可以跟你爹提前提个亲。行啊！哎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好不容易来这么一次，我才不会走。哎，谁让你坐我床上的？ 那我还就躺你床上了呢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还耍流氓呢？你快给我起来！我就不起。哎，起来！不起。反正刚刚亲都亲了，那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深情相拥一个。谁要跟你亲？你赶紧走，快走！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